兄弟们，这辆领克零八呢，最近刚刚更新了 beta 版的系统，然后呢，我简单体验了一下，有几个提升和大家分享一下。首先一个改变呢，就是能做到三屏联动啊，主驾这块屏幕，还有 HUD， 还有这块中控屏，这三者呢能显示一致的信息。比如说啊，现在我把我的主驾门打开，主驾门打开以后呢，现在在中控屏上啊，这块主驾的屏幕已经打开了，然后主驾正对的这块屏幕的中控啊，也是显示这个车门是打开的。所以这个功能我感觉像是一个之前的补足吧，毕竟这个三屏联动起来呢，会有更好的这个一体性。然后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一个更新比较好啊，就是一个账号现在有三个用车偏好的设置，你可以设置不同的座椅，包括后视镜啊，包括其他的一些自定义。这样的话，在多个人用同一个账号的时候呢，会更加方便一些啊，这个也是一个功能上的补足。那在车机互联方面呢，应用转也做得更好了。比如说你手机收到一个音乐，然后你点击打开，然后呢有个 Flyme Auto Link 08是吧，然后点击发送，发送完很快在这个车机端就会出现一个音乐提示啊，然后点立即播放就可以了。那除了音乐呢，地图也是同样的道理啊，你也可以直接点击打开，然后发送到车机，这样的车机呢就能够很快的进行一个导航。然后包括呢，你现在在地图里啊搜索，比如说充电，然后它会有一些联想啊，包括搜出来的这些充电站，它会有一个提示，就是多长时间内啊有人来充过电，这样的话应该能够保证你去的充电站都是真正好用的。那在场景化方面呢，它还新增了一个离车不下电的这么一个优化，然后进入车辆控制，你往下就能看到车辆不下电，然后直接设置几个小时，因为这辆车也是个混动的嘛，所以呢在这方面能耗方面还是比较从容的。那除此之外呢，这个版本呢在寻车方面也有不小的提升，我们去商场的地库给大家演示一下，看啊，这个查找弹出了啊已驻车，然后你点进这个查找，然后你找到这个领克零八，你会发现有一点啊，它现在能显示这个参考楼层，而且还挺准的。现在我们就在 B2， 看就是 B2， 然后你这样的话就能够知道自己的车停了附近，再根据这个停车照片，就绝对是能找到你的车的。那其实这次版本更新呢，在我看来也是一个 Flyme 车机对于很多功能的一个补足吧，就是有些功能可能其他友商已经有了，然后魅族呢这次相当于把这些没有的功能呢给加上了，然后呢有一些创新性的功能呢也是利用了车机的这么一个生态优势。我还是比较期待这个车机能够持续进步的，因为现在车机方面的竞争真的非常激烈，哪怕是魅族这种有着很好科技基因的公司，也需要疯狂的去卷去更新，才能够跟上市场竞争的步伐。